其实以前比赛呀，那些什么的，我这两年都不怎么注意了。时间你别记录，咱不说做不做事吧。59分58秒，我记得不清楚。第二，光刻时代入局，人家现在按分钟炒菜。介绍一个朋友，李小海，他将来有可能会站在全国的舞台上。我们新地机械厂生产的车，用材用的非常的详细。这叫奥运？就叫奥运。这不就呼应上了吗？我宣布新地车队正式成立，目标马林布鲁克。你走，我操，跑不过呀。你就踏踏实实做好你的管理工作吧。管理啥呀？管理好自己的预期。大家都知道这台赛车还没准备好。那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我是绝不会让任何四个轮子东西跑过前来的。有些事情需要个终点。来吧，这就是高手中的高手，别人是滑动过弯，他是滚动过弯啊。你这样，你是说这车是我开翻的？没有，别，就说是宇强开翻。